准备好了吗？ 他贡献了一个尖角系给我，赞美他。瓦良也受人超多的，那我应该要拼这个。那一块其实我有玩蛮多的啦，因为 2v2 T 的特性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及时一直马上更新之类的。哇，这什么鬼啊！ 啊！感谢你的贡献，看两个人贡献尖角系给我，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。<笑>你还真行啊！<笑>阿鲁吗？阿鲁好了。 这不难，阿鲁加油！哦，他送个小包给我，大家都死了，阿鲁，阿鲁大家都死了。哦，平手哎，哦，八十趴平手。回来了。哦，阿鲁干得好啊，阿鲁，我爱你，阿鲁。<笑> OK。 这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肯定会强。<笑>阿鲁您真厉害！<笑>阿鲁使用特殊攻击。 硬靠对面六滴，我干，又一个三合一是怎样？Oh my god， 可以，我接受，应该是这样比较好。 我们是三张金卡起手，这个账号怎么就有三个三合一啊？现在不是才他妈的8块钱吗？<笑>哦，干，很不幸你加错人了。<笑>阿鲁，赞！<笑>有没有考虑打职业？我考虑一下。<笑> 哇！他可能会把这打开，哇！<笑>超痛！敢如果在对面，我会超干的。<笑>不好意思，路过打个你16滴，请不要太介意。<笑>这是无心之过啊，无心之过。 还一直加一些憨鹅哎！我靠，我那只还是死哎，好憨哦！<笑>
啊，他没有把老鼠打开，老鼠打开的话超痛。表现继续保持下去。防御系统启动。阿鲁路过中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靠你六 D，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讲有点点贪呢。来，他好像有一点弱，还是我们太强？很认真干活。光牙，相信胜。我带只有这四张牌比较强一点，这两张跟这张其实都有点弱，我们还是很强啊。不要误会，我们还是很强的。安安，这样子有点，这样会输吗？不会。OK， 虚无工程青铜其实有一点想要。哦，我要嘲讽哦。相信圣光，驾驭怒火。去了这些家。所以下轮大概会卖老鼠哦。边边收割机是吧？好像还行。很难。这样应该不会输啊，这里面还有六张一一。嗯，抓六三不再可以死增加三，嗯，对啊，我可能要转鱼欸。我想要骰吧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利用。Oh my god！ 野兽，这有可能是卖这一张啊。
三三五哦，我们赢了哎、欸，他死了。狙狙，应该说有可能会平手啊。他刚如果撞这一张的话，就平手。狙狙，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力量。我见识过真正的忠言之客。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相信圣光。哦，他投降了。嗯，他没有注意到我们多了，他投降了，超憨。这里我们其实应该打不赢。哦，好吧，95%。开玩笑了。啊，这没机会吗？看起来他也蛮有机会的啊。你们要知道，原先接牌要再加两攻啊，所以这只都会死掉之类的。他其实应该还蛮有机会才对。好，原先如果加两攻的话，胜率应该不是95。OK， 吃鸡，我们只受了2点伤害而已，超憨。你想转正吗？不，我不跟你玩了。Yeah.